哎，少晨，我下午去一趟梁子龙家，然后看一下他儿子，然后我就直接回家了。哎，别去了啊，我去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事儿不是我负责的吗？服从领导安排啊。嘿，这次追风行动啊，有了新进展，我们再向区里汇报。少晨把我处理梁子龙的这件事情给抢了，是不是您同意的？ 梁子龙这件事儿，你来之前就是少晨负责的。要说抢的话，也是你抢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居委会每天这么多事儿，你干嘛非得跟他较劲这一件事儿？哎，我不是争这件事儿，我是觉得你也给我一些棘手的、有难度的工作给我，那些小破事儿我都不感兴趣。哎，穆萨，你要是这种工作态度的话，我觉得就不对了。 那居委会每天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，你怎么能挑肥拣瘦呢？好，主任，我知道了。有一件事，少成的小军他处理不来。什么事儿？那你必须答应，这件事必须交给我负责。穆萨，在单位不能跟领导讨价还价，知道吗？说什么事儿？只要不违反原则，我就答应你。处理百大超这件事儿。你疯了？你知道百大超是什么人吗？你都敢接啊？ 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都可以赤手中原斗歹徒，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哎呀，不行，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我的呀，保证你的安全。我谢谢领导关心啊，我的安全我来负责。说好了，你答应我了，这件事情我来负责。我现在就给王宽的警官打电话，谈谈，走了。